3月4日中午12时许，一辆自小客车沿府前路往南直行后左回转，与另一辆大型重机车沿府前路往南直行，双方发生碰撞，现场机车骑士身体多处擦挫伤，经送医诊治后并无大碍。停在那边，对。然后我一直在等车过来，对。等车，我看到没有车了，我就要这样子从那边回转。所以你看我的车子有从那边这样回转，对。因为我知道换双黄线不能回转，对。所以我就这样开过来要回转，然后它就蹦了。警方调查，双方驾驶皆持有合格驾照，经检测均无酒精反应，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。那未依规定回转的话，将会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裁处未依规定变换车道。另外，如果从外侧回转与直行车发生碰撞，也会有未礼让直行车的肇责。